多噶，即系我第一次入剧咧，呢个角色都算系好有挑战性啦，个气氛都算好多嘅。因为我记得就有两场嘅喊戏啦，同埋一场就同阿 Ben 嘅亲热戏嘅。咁我记得我第一日翻工嗰一日咧，就系、是、要对住阿萧正仁喊啦，就是、一场要爆喊嘅戏啦，即系好伤心嘅戏咯。所以对我嚟讲真系几大压力咯，嗰段时间，所以都爆晒仓啊嗰段时间。咪剧入面都有啲性感演出。有嘅，都有啲性感演出嘅，因為都係母女啦。但我啲性感咧就比較係即係為生活所逼嗰啲咯，即係唔係真係性感到係自己好願意嗰啲嘅。即係有啲有啲酷酷地啦，好冷艷咁啦，但係有嗰啲性感唔係好 cheap 嗰啲性感咯。一開始就做 model 啦，咁做咗 model 之後就嚟到香港發展啦，咁又好偶然咁嚟咗個機會入咗 TVB， 咁就想嘗試一下唔同嘅嘢。會啊會，好擔心，因為我始終都係年紀都比較大啲啦，咁起步都比較慢啲，同埋咁我選美亦都唔係 TVB 嘅選美啦，係出邊嘅珠寶小姐，咁經驗又唔係好多，咁廣東話咧都有啲口音，因為我係馬來西亞嘅土生土長嘅華人啦，咁所以都好擔心嘅，希望觀眾可以留意到我啦。都其實都 OK， 因為我香港都有親戚嘅，咁我都有同親戚一起住啦。咁好慶幸嘅就係我屋企人都 OK， 即係唔使我去照顧佢哋啦。我主要係照顧到自己啦，自己嘅生活可以照顧到，咁就冇問題啦。